那请我们的贵宾，然后在我们的引导之下，我们请贵宾披戴。有事有事。因为户外的活动，我们的贵宾即将为我们进行剪彩的活动。那我们所有在上面的所有的大脚状元会考，我们稍安勿躁。那跟着我们的领战人员准备。我们所有的小状元们，等一下我们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脱罪，跟着引导人员慢慢的走。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准备出发喽。好，我们现场所有将近2000位的所有的一位的贵宾，还有大小状元们，最后问你们一次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准备进行户外的活动喽。一通鼓前进。请所有的人员跟着我们的引战人员。呼吸，那我们的贵宾先请留步。等一下，那个是第一组吧。那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是有读圣贤书的所有的大小状元，所以我们尽量要定静安虑得，把我们的经典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展现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贵宾这边稍待片刻一下。来，前贤来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邀请我们的贵宾，然后在我们的引导人员，我们分为左右两侧。那稍待片刻，等我们的领战人员到我们的户外来做集合。要是换，好，我们来邀请我们的贵宾。我们邀请贵宾跟着我们的引战人员。来，邀我们的贵宾分为左右两侧。来，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指导下，我们的贵宾分为左右两侧。要是。然后。